人生在世不称意，阴间一爱永流传。小弟带得不才，家徒四壁，命运坎坷，尚有七十老妇。斗胆啊，向师祖求取三颗金牙，他日相见，必定悉数奉还。如此恩准，请赐过行杯。谢谢谢谢，我一定会把你哄得漂漂亮亮的。这么晚了，你还在工作呀？嗯。好。阿德，你不是说今天要带老爸去买一栋房子吗？老爸，不早了，赶快休息了，好不好？哎，这么辛苦的工作。不就是为了要有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吗？是啊，明天一定，好不好？先回去休息。好，明天我们去买房子。好啊，哎，好，先休息。阿德，现在金价正高，怎么不多找几个来？哦，因为那个，请你对于一合院热卖发表感想。叶董，可以请你对一合院的热卖发表感想吗？来，你说说。哦，这些我先收下，下个月房租。哦，这期赌多少？不赌了啦，输这么多还敢玩哦？那你就跟着我赌嘛，就不会输。人生十赌九输，啊，那你不赌怎么知道最后会不会赢？哦。你到那边。应该用不到牙齿吧？还是你愿意多给我几颗啊？这样才开心啊！有报应。阿德。外面好像有客人。你们好，喂，你好。听好，我父亲的遗体就交给你处理，但是千万不能向任何人泄露这个消息。好，没问题。请问一下死者尊姓大名？
他喜欢什么样的葬礼形式，我们有分。总之，一个礼拜后我会跟你联络，事成之后我会给你100万的酬劳。100万？谢谢。这个人好面熟哦。他是谁呀？哎呦，这不是何仔吗？哎，他怎么会睡在这里啊？爸，你认识他啊？我认识啊，我从小看他长大的，后来他被送到一个大地主那儿当养子，接着就没有消息，也从来没有联络过。那爸，你知道他的全名吗？我知道啊，叶信和。对，叶信和。信是信用那个信，和是去掉口字。哎，何仔呀，你有了钱之后怎么把朋友们都给忘了呢？啊？哎，孩子，你做人可不能像他哟。这几年呢，老爸存了点钱，你呢，只要再努力一点。我们就可以买房子，这个你先拿去付头期款。老爸，来，哎，先把它过好。我，哎，没事，先带好。等我把这边工作做完，我们就有足够的钱可以缴头期款啦。你放心啦。老爸听你讲这句话就放心。来，先休息，好吧。人生在世无成意，阴间一爱永流传。小弟待得不才，家徒四壁，命运坎坷，尚有70老妇，斗胆啊向施主求取3颗金牙。他日相见，必定悉数奉还。若生准，请赐我醒杯。又穷又是烂赌鬼，还想翻身，这辈子都别想了。你住口！你懂什么啊？
老爸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点钱根本就不够买房子。但你别担心，等我做完这一次的工作，我们就离开这里，去买属于我们的房子。这次绝对是真的，一定。阿兄，真正是你哦！事情他们跟我讲，我都不相信。啊，你怎么可以说走就走啦？啊，以后谁来照顾我？啊，我怎么办啊？还有你女儿啦，把这给我啦，你带不走啊。他说：“你这事情哦，不能公开了，还要帮你秘密下葬。”哎呦，什么秘密下葬？我讲哦，出来不是没钱啊，当然要风风光光的嘛。我就跟他吵起来啊。他说：“不爱宅基了，给他挂出来。”那我以后怎么办？那这些啊，就算是帮助我了，啊，这就麻烦了，啊，就算是帮我最后一次忙了，哎呀，我救你，这个好。哎呀，我给你啊！不过我喝啊，再一杯，哇，真的就是不一样呢，金光闪闪。怎么也是三个蛀牙？是蛀牙吗？小三哥呢？啊，都不刷牙哈？啊，那我给你换呢。那个怎么办呢？刚好呢，上麻火了啊！哎呀，哦，还很合适呢。Thank you.
这个音乐站。哎呀，来跳舞，跳舞跳舞。两人相好，三嘛三支，啥人花是饮淡薄，兄弟甲酒杯好饮淡薄。这是你最喜欢的布鲁斯调。有汤无汤饮淡薄，烧酒饮酒花滚，百来百姓搞来搞怪，老人一个老啊厝老。哎，哦，你像吓死人那样。哎呀，哎，这杯没给饮了，就怕什么？事情啊，是你再怎么努力也改变不了的。像我老爸，傻傻的努力了一辈子，你别说买房子了，连个厕所都买不起。算我拜托你了。反正你都这么有钱了，就把全部的押事都给我，好不好？这样应该够了吧？阿德啊，阿德，你刚刚是不是说明天要去买房子？哎，人呢？哎呦！钱怎么乱放？这要是搞丢了的话，房子就不要买了嘛。哎，这孩子，嗯，阿德啊，阿德，
装神弄鬼，找死！装神弄鬼，你在骗啊！以后可能养你啊，你能不能好人？什么啦？听不懂啊！讲清楚点啦！我可能偷你的牙，你有没有报应？谁偷你的牙？你咬我咬成这个样子，哎！喂，喂，阿德，我老板啦，就跟你说跟着我赌就对了，我们中头彩啦，快来找我吧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听不清楚，你去找别人去好了啊。现在的人到底在想什么？我根本搞不清楚，一天到晚就是想占别人的便宜。心肝袂惊，汤甘味甜，烧酒香味，下巴味。